if you can hear me, but I made it across. It's really bad here, Verlaine.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here.大家好，欢迎收看《异形孤立》游戏流程解说第二期，我是狼麻。前情提要我会把它写在影片的简介当中，在这里呢，我就不浪费各位时间来回顾了。第二章一开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将宇航服换下来。进入前面这个房间之后，左右两边都可以提供你可以换下来的衣柜。换下来之后，你才可以离开这个房间。如果你不换，你是无法离开这个房间的。换下宇航服之后，便可前往下个房间，开始第二章的探索。由于前期的赶路行程比较多，在这里我花点时间跟各位说明一下本游戏的存档特性。本游戏的存档方式其实相当接近早期的恶灵古堡，采取点对点的方式存档，也就是说，如果你在 A 点到 B 点之间死亡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得从 A 点全部重新来过，其中包含你在路途上所收集到的武器、蓝图或是收集要素。此外，在使用存档点的时候是没有无敌时间的，这段时间敌人对你的攻击都是有效输出。如果这时候你不巧存档成功了，但又被异形老大哥给杀掉了，不用担心，复活之后，异形老大哥是不会立刻出现在你身边，你有30至45秒的时间找地方躲藏。最后，这个游戏的存档点是不允许连续使用的，使用之后存档点需要一段时间的 cooldown， 独挡重来也是一样，存档点也要一段时间的 cooldown。此处的落下情节是固定的，请不用白费心机去思考如何跳过这地方。再说本游戏也没有跳跃这个设定。爬起来之后，在正前方的箱子上面可以拿到第一个可用道具信号弹，这个信号弹是固定的。这里的教学教大家如何打开物品栏，很简单，按住圈键使用左摇杆去选择你想使用的道具或是武器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的是呢，你打开物品栏的同时，角色并不是处在无敌状态哦。现在我游戏亮度是最亮的了，所以我并不会使用我手上的信号弹。信号弹除了拿来当照明之外，它也可以拿来投递，不过这一点我留到后面使用到的时候再和各位解说。之后的流程中会经常在地图上找到这种箱子或者是这种裸露在外的物资，他们出现的地点都是固定的，但是会获得什么内容则是随机的。独挡重来、章节重置对物资并不会有影响，但角色死亡就会导致于部分的物资会重置。游戏难度对物资获取定得相当严格，在简单难度下弹药和物资是不会匮乏的，但是在困难难度底下弹药和物资越到后期越是匮乏，所以除非必要，请不要随便浪费弹药以及物资。正前方的收音机在本章节没什么用途，但是到后面的章节它有时候可以充当吸引敌人之用。前方这道门需要密码才能打开，而本游戏对于这种上了锁的门或是柜子其规定是很严格的，就算知道密码，只要没有取得相对应的 log，都是无法和其互动的。在这里呢，可以取得部分章节地图，
而地图功能在前一期已经解说了，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使用发电机的时候和使用小电脑以及记录点是一样的情况，角色都是属于非无敌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情况紧急，记得按圈键就可以离开操作。发电机启动后才可以操作面前这台电脑。这台电脑最重要的选项是最后一项 Utility。在尔后的章节当中，它会充当着开灯、开门或是开电等等诸如此类的功能。如果你发现你卡关了，记得找找场景中是不是有某个电脑遗漏操作了 Utility。前方跑过去的三个 NPC，其实你是追得上的，但就算追上了，也是无法和他们做互动。眼尖的朋友，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呢？在使用电脑的时候，有一份 log，里面有一组用浅蓝色的字标记起来的数字，对，那就是密码。有了密码，就可以开这扇门。忘了密码没关系，按一下触控面板，交出地图，按一下 R1 键，进入 log 选单，找个标题，旁边有井字符号的，里面就有密码。我们得知这扇门的密码是0340，密码是固定的，不是随机的。进入房间后，可以拿到游戏中第一份道具蓝图急救包。道具制作方式非常简单，按住圈键，叫出物品栏之后，选择你想制作的道具，按一下 L1 键，进入制作清单，加入相关的材料就可以制作。但要注意的是呢，在制作道具的时候，附近不要有敌人，因为你制作道具的时候会发出声响，这时候可能会把敌人吸引过来。此外，道具制作不一定只需要材料，有时候你废料不足也会无法制作。最后，如果呢你想要制作新的武器或道具的话呢，你必须要拿到相对应的蓝图才可以制作，而蓝图是可以升级的，不过这部分以后再说吧。通过这扇门来到新的场景，这里有根电线，直接过去会受伤，所以按一下 R3 键蹲下过去就不会有事情了。这里有个小细节。如果这时候你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受了伤很重，我知道。但你会发现，你来回跑之后，每次受的伤只会不断递减，算是个很有趣的小细节吧。接下来是一段赶路行程，这里我就唠点话家常好了。这款游戏的媒体评分，我想我说到这句话开始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些人知道我想说些什么了。对。以下的话，我针对的就是 IGN。我认为 IGN 的那一个评分是有失公平的，因为如果你仔细看了它的评分内文之后，你再去查那个编辑所评估的游戏，你会发现到，他根本就是错误的人评了错误的游戏。这款游戏它不是快餐项，它很磨耐心。你说它故事很长吗？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它的游戏性以及它带给玩家的心理压力，绝对是恐怖冒险生存游戏当中屈指一数的。至少这款游戏在我心中，它是一定满分，因为它带给我的心理压力，哦，我所指的是呢，在玩游戏过程当中遇到异性老大哥的时候，那一份心理压力，那一份惊悚感。那一份恐惧感，没有任何一款游戏带给我。这款游戏给我的感觉非常强烈。我认为一款好的恐怖类冒险游戏，应该就要做到像这样子。它很真实，你没有办法用各种道具去探知敌人的存在，你只能靠听，只能靠勇气去闯关。如果你这时候想要拿出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类的方式来玩这款游戏，我得说，你也是一个错误玩家，玩的错误游戏。这个游戏，它真的是一款很难得一见的非常好的恐怖生存类游戏。存好档之后呢，转过身，在地板上有一道门，打开，进入这个通风口，你就可以到达下个场景了。我知道。刚刚话家常讲太长了，那么这边呢，
我就稍微补偿一下刚刚漏掉的部分吧。那台留声机其实也是游戏中的收集要素之一，它是在150条 log 当中的一条。如果你想重听，很简单，刚刚在播放的时候呢，画面右上角有一个倒数计时号码，上面有一排英文，那就是这个 log 的标题。好，继续回到游戏。这游戏我说过，它是非常好的一款恐怖冒险类游戏。我这么说吧，过去我在玩《Dead Space 2》的时候呢，其实我很喜欢钻通风管道，因为在里面绝对不会遇到敌人。但是这游戏相反，到后期你和一些老大哥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通风管道反而是你最不喜欢去的地方。对了，这里有个小细节，刚刚来到黑色人影，如果你跑过快，你会发现它会直接消失在墙壁里面。这个场景其实很大，但我觉得只是吓吓你用的而已。地板上那些尸体不会复活，放心，因为你玩的游戏叫 Alien Isolation，不是 Dead Space。接触那扇大门之后，就会得到目前的任务指示，要我们想办法通过那一扇门。不过这里呢，没有太明确的任务指示，所以打开地图也没什么意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拿出，算是老玩家的一个新习惯吧，想办法翻箱倒柜，把每个房间走透。所以进房间之后，看到这里有个发电机，不用怀疑，启动它肯定可以打开另外一扇门。那这里其实也是一段很冗长的赶路行程，那么我就把前面还没说完的话，我继续说完吧。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去看 IGN 的评分，当然我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抱着 IGN 的大腿。游戏说穿了，自己玩过最重要。你没有玩过，如果尽信这些评分媒体，你都不知道会错过多少好游戏。我手边其实有不少，这么说吧，IGN 的评分基本上都是不及格的游戏，但玩过之后，我深深感受到，真的游戏是要找适合自己，而不是找评分高不要准。这里我可能要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当时在 PlayStation 上面独占游戏《The Lost of Us》，这款游戏对很多媒体评分都很高。但是很抱歉，这款游戏在我心目中，它只有7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故事剧情张力不够。在我心里面，我认为像这一种末日题材的话，现在做的最好的还是《The Walking Dead》。我指的是游戏，也就是主角是个小女孩那款游戏。第一季和第二季我都玩了，我得说。在玩第一季的时候，有个章节真的让我下不了手，就是第三章要杀那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真的下不了手，那一段真的是让我虐到了。好，我先回到游戏吧。刚刚地板上有捡到一份 ID tag，对，这东西其实我前面就说了，这个也是收集要素之一，它的功能其实有点接近。尸体派对里面的学生证，他会告诉你这 ID tag 是谁的，然后他最后被发现的地方是哪里。至于怎么死的，当然是不会写，因为这是 missing people。其实我玩到现在，ID tag 还没收集全，最主要是因为有些地方，哼，我胆子小，我不敢走进去收集，因为有些地方你必须要伴随着我们的异性老大哥。有些场景你可能要面对的是两个异性老大哥，好，再说下去我就剧透了，所以我就不说了。反正 ID tag 有些地方要拿，难度真的很高。现在目前画面上的这段留言，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猜一下，答案接下来会遇到那个跟随角色有点关系，但是是我自己猜的。至于是不是
反正也不是那么重要，毕竟那个角色，你应该知道我说什么吧？那个角色，反正不会活过这个章节，所以呢，我就不想再多费口舌在他身上了。哎呀，抱歉，不小心剧透了。没关系嘛，我说过了，如果恶灵古堡里面有李三光的话，那异形里面肯定就有雷三光，不把队友嗑光，死不认输。其实我讲那么多，最主要还是要强调说，异形隔离这款游戏，哦，抱歉，异形孤立这款游戏，真的，如果你喜欢恐怖类游戏，尝试看看。你不会后悔的。好，要进入剧情了。No ships here. There are now. Well, that's good news, because things are not so good here. Something blew just now, rocked this whole place. I saw it. But lady, that's the least of our problems. Yeah? Yeah. Something's on this station. Something you wouldn't believe. Like what? Get it? Okay. What's your name? Axel. I was boarding with two colleagues. EVA. We got separated by the blast. Can you help me find them? Why? Because you seem to know your way around. No, I mean, why? What's in it for me? A place on the ship. Trust you. I need to find comms. I need to contact my ship. This is your lucky day. Let's go, sweetheart. 我头一次游戏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没有看英文字幕，所以听到他自我介绍，我有点惊讶。怎么会有个角色名字的谐音这么像混蛋？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帮他取个外号，叫做“混账大叔”，很好记吧？游戏中其实有很多小细节，你如果没有进来这扇门，或是对面那一扇，他就不会说这句话。接下来的剧情其实跟这个角色是有点关系，不过我说过，他不重要，我不会。跟他摆摆口舌，有兴趣的朋友听听吧。We're not looking for trouble. Who are you? I'm John. This is Ringo. You're just some assholes. We haven't got time for this. Come on, Jenna. We're trying to get to comms. Can you help us? We don't need their help. Don't tell them anything. Look, I've got the elevator working. Jenna, let's go. Okay? I'm sorry. Good luck. 细心的朋友应该有发现，他说谎了，他捏造自己的名字。不过我说过，我不想在他身上白费口舌，反正他活不过这张。这里我们再重一次档，并不是因为等下会死，只是录制只有15分钟，必须分段。存好档之后，我们继续前进。虽然混账大叔不是多么重要的角色，不过这里还是帮他说说他的身份吧，不，说说他在这个章节的用途吧。用途有三个，一个是教学，一个说故事，另外一个挡路。这游戏 NPC 的碰撞体积非常大。Going on right now.
Listen, Dan. When we get to the ship, we can kick back, braid each other's hair, and chat all you want. Yeah, when we get to my ship. I need to know what's going on, right fucking now! Fine. Like I said, there's a killer. A killer?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I ain't seen it, but it's here. Picking us off one by one. What are you saying? A psycho? A person? No, something else. A monster. 刚才回头听了一下自己的解说记录，突然发现现在说话的声调、速度和语气好像不太适合这款游戏了，仿佛就是一个深夜负责为各位情人点播歌曲的广播人员在讲一个恐怖故事，这种感觉吧。这里说笑。回到游戏，这边教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头盔。使用方式如下：按住 L1 键，搭配左摇杆，你可以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而按住 L1 键之后，搭配右摇杆可以寻找镜头。但要注意的是呢，使用头盔功能的时候，最好是躲在掩体后面，不然的话，敌人一发现你，你可能很难反应过来。最后呢，这项功能切记不要在行进间或是在奔跑的时候按住 L1 键，不然的话你的角色就会原地发站，直到你松开 L1 键为止。 Friends of yours? I've had run-ins with those guys before. They don't like strangers, even nice guys like me. I'm shocked. I'm pulling your chain, darling. You want to go and say hello? It's your funeral. Those guns aren't for show. Someone should be doing something. They are. It's called surviving. 这里的对话就是要让玩家知道一件事情：游戏中除了异形老大哥，当然他是最致命的，还有人类生还者也是你的敌人。人类生还者大部分都是带枪的，所以遇到他们的时候，有时可能比异形老大哥还难处理。所以在这里建议各位，能闪就闪，尽量不要热情的去打招呼，不然可能会变成蜂窝。Been hunkered down here for a week now, waiting for a ship, waiting for you, I guess. It can get pretty dark around here. You should take that flashlight over there. 终于历经了将近快要20分钟的旅程，我们遇上了恐怖游戏中最重要的配角——手电筒君。装备上之后，你会发现在体力旁边多了一个电池符号，对，这个就是手电筒君的电力。它没电的时候，你要按住三角键帮它换电池。使用它的方式不要太暴力，轻轻点一下三角键就可以打开了。通过这个通风管道之后，会来到一个比较漆黑的场景，这里其实就是让你了解如何使用手电筒君。这里会捡到三个电池和一个 ID tag， 这三个电池是固定的，不会错过。这个通风管道入口也是固定的，但是就算你已经知道在哪里，你要是不拿手电筒君照它的话，咱们的混账大叔怎么样都不会过来，不会帮助你来开门。进入通风口后，又是一段有点冗长的赶路行程了。那在这里我再跟各位唠一次话家常吧。这次我想讲的是前一阵子争议性比较大的游戏《刺客教条：大革命》。我相信这游戏听到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主机玩家买的人，应该都会有一种火冒三丈的感觉。这游戏从发售到发售后争议性不断，其实我认为他们公司的公关得要为这些争议性付出一半的代价，但也不错，他们在27号的时候发布了第三个更新档，然后号称修复了300多个 bug， 而且还提升了一些效能。结果呢，还是被一些玩家找出来，他们其实是挖东墙补西墙，降低了游戏的特效。而且如果你愿意仔细去看看他们修复内容，你会发现到好像有一些
问题，譬如说效能的问题啦，等等的，这些不是他们之前在很早以前说，因为 AMD 或种种因素无法修改的 bug 吗？怎么这次全修好了呢？说真的，我在这里，我认识这家公司，真的很不要脸。如果我可以这么说吧，他大概可以和大陆那一家小企鹅比。我真怀疑他们两家是不是姐妹公司，好怀疑呀、存好档之后，马上就要面对和生还者的第一场遭遇战。不过放心，目前还是游戏第二章，充其量就是个教学关卡，难度很低，不开灯，不跑步，保证你没事。还有，混账大叔，你吓到我了，我已经过来了，你指给谁看？农历七月已经过了，不要吓我。说那么多，就是要我去嘛？对，反正主角就是命苦。如果你在这里不知道他所指在哪里，没关系，打开地图，你会在上面看到绿色圈圈圈起来的地方，往那边前进就可以了。在这边重申一次，不要跑步，不要开灯，保证安全。用走的，用蹲的都可以。但是你如果进来这房间的时候，已经先惊动了他们，那么这时候你其实还是可以选择过关，只不过难度提高不少。当然，不想这样过关的，那就独当重来吧。关闭的这个压缩机之后呢，我选择的是往这个通风孔钻进来。下来之后，不要立刻上去，因为上面人还没走光，所以你要等一下。最安全的时机，就是听到他们讲了一句 "Who's there?" 这时候再出去，保证你安全。好，就现在。没说错吧？完全没人。这个时候还是一样，不要跑，不要开灯。这里我稍微发了个呆，但是混账大叔就这样把我挤过来了。我前面说过，这游戏跟随角色的碰撞体积很大，所以就知道，有些时候挡起路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通过这扇门之后，第二章其实也快结束了。在这里呢，我要把前面没有说的东西稍微说完。刚才在这个尸体上捡到的开锁工具，其实它也是一把近战武器，但千万不要期待它能有多大的用处。游戏中是不鼓励你跟敌人近战攻击的。在低难度底下，如果你想用近战武器解决个敌人，要六下至七下；高难度，10下至12下。游戏其实也是有提供你一些枪械类武器，但是在高难度底下，除了那一把对付异形老大哥的武器火焰枪有些用途以外，其他的枪支，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一把玩具枪，因为弹药稀缺，攻击敌人攻击力道又特别小，所以真的没必要不要开枪，开了枪还要担心会不会被发现。在这里呢有个小福利，不过是给男同志的，你可以选择不去救混账大叔，让他跟对方扭打成一片。过程中，你会不断听到混账大叔发出的很有磁性的熊叫。好，这里演示两件事情：第一，跑步 L3；第二，近战武器攻击 R2。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游戏有暗杀属性，这游戏你就算到敌人背后，往他后脑勺上敲一下，他也不会丧失行动能力。你看，我又被挤了。He was going to kill me. You saved my life.
understand. Hear something. I hear something. Axel? What have I got on me?这样的结果大家不意外吧，我说过混账大叔活不过这个章节，现在用跑的用走的用蹲的都可以，只要过来这边按下电车呼叫键，接下来就是等待电车来到。我第一次玩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吓坏了，这边的气氛营造得相当的好，搭配这个节奏，搭配这个音乐以及这些音效，都足以让第一次玩到这里的人真的吓破了胆。但是之后回来玩之后，我发现其实这边也蛮有趣的，因为我在这边研究如何把异形老大哥引出来。我发现方法有两个，一个是你上了电车之后不走，故意在里面逗留，他就会出现；第二个呢，是你在这地方来回跑，记住是用跑的，那么它也有可能会出现。所以我说这游戏玩到后面恐怖感还是有，但是有些时候我认为多了一份娱乐感。电车来了，进去里面按下前往下个场景，第二章正式结束。本期解说到此也要结束了，对此还是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观赏由本人所制作的第一支游戏解说短片。如果你对我的解说觉得哪里可以加强的地方，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来告知，我会在以后的更新当中陆陆续续的改善。以上就这样子了，各位晚上早点睡吧，我们下周再见，拜拜。